西瓜哦，八十二斤的大西瓜哦，懂了没？懂了没有？不甜不脆，不要钱哦。滚，二叔。哎，二叔。哎，我又来了，二叔。哎，来，我拐两大西瓜，让你吃。拐不下了。哎，加油！还有那个，哎呀，太了。这么大了？这大吗？嗯。这还小的。还小的。哎，行了，买拿吧，这够了。你。能那样的吗？还拿来给你，还这个够大，看看够大的。嗯，评价给我这西瓜，评价评价，找你们评价评价。那开开是啊，开。因为人都有卖哈，人拿不也够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小叔卖瓜哈，图就图家里人吃的，我刚才拿两够大，再给你们吃的啊，知道不？哎，你尝尝，你先尝尝，来，开开，你尝尝，评评价哈。哎呦，太甜了。来，坐着吃，慢慢吃。老姐，我跟你说 啊，就送这次哈，下来不要送了。你还说这话呢？尝尝，给你吃了心疼吧，小叔。我跟你说，就从胖子，我跟你说，从你十八岁到俺家这么多年，对吧？二十年了，俺就说对你，对吧？就跟自己亲小孩、亲儿子一样一样的。这都花白钱买来的，不容易。嗯、那给你吃啊，跟老大吃一样的，知不知道？啊，其实俺就是很疼你了，看看，好。那知道你那个，那就从你上家来二十年了，对吧？你记不记得？你就是刚学俺驾照那年，记得。进俺小叔面包车开一下子，然后技术不太那个，还刚过底，都到处都刚瘪了，是不是？记得这辈子记得。俺小叔新车刚买半年没有，我驾驶证学到手。那个也真大哈。俺小叔一句话还没说。对呀、啊，俺小叔，那你就当自己小孩子了。就自己小孩嘛，要个旁人，我车不要了，你换换新的吧。对呀、啊，旁人就是让下的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你换新，人家不一定让你是，你还耽误人家开，知道吧？就是。那修修开好几年。是的。就是。哎，新的啊，现在忙些的哈，新的男人。没事。那个新的哈，跟俺哥装的哈，装了稀巴烂的。所以自己说的就是自己说的，知道吧？哥呀。在我心里跟俺大明不两样，一样。这是一样，也不要说两句话。现在又想开，现在想开。哎，昨天把眼给那个。现在想开眼又看不到了。看好，还行吧。行，你不能开车，什么用啊？正好开车。不开，现在开那个。我想焊个架子哈，不上那坡斜坡一点，个西瓜摆上啊，大小分开好看。你这个有点技术含量，真有技术含量。那我找人家的，喊人家说人家小伙人不干。我有个老熟人，我把你们带去看看，朋友们。啊，行吗，行吗？那个，他能喊。对吧？他影响自己喊，我不放心。你眼不能喊，我能看不清。不干呢，讲嘛，眼不能喊。对眼有伤害，知道吧？那就麻烦你了，是吧？走去看看。再吃一块，吃凉的，那西瓜吃凉去看看他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行。这西瓜好吃吧？好吃，皮都啃干净了。那西瓜吃了。走，二叔，走，那就是麻烦你，走，走，弄完了喝就完了啊。啥家喝？啥家喝？我这弄菜给你喝。我们现在搞个材料，弄点钢管，回去等会就焊上了。啊，杨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现在焊成那弄个小床牢靠，回来稍微铺个板，给它可牢靠了。是吧，小叔想点了。俩小时，俩小时可聪明。比你点的多了。这上个都拉铁，是吧？啊、这个钢这切石工啊，都单铁。对，再够两个。行，走。哎呦，多大呀！报告完都不舍得给你报，他自己扛的老小。哎呦喂，今天亏人了，不然哈我们要找不到地方焊。这小喝一碗也不干，你知道吧？是的。对吧，行吧？就俺哥们俩努力，就给俺小叔喝。那必须。这个焊小，搁那小的，那小的。你看胖哥，这给俺小叔一个钱，就给小孩。这个这就是。俺小叔一个出去，领着你出去，你什么都不懂了，感觉。对，这样俺小叔啊，指点一下，一下都看明白了，知道不？这方块一扛，这腿一拉，你活这么干，这么干，活这么摆，这怎么摆？咦，就这样，这牛这样都不想着点了。上哪个去？陈岩。对，我。这不能干啊！啊，不干。来，试试俺叔。管吗？行，老高哇，这好看、啊！我被你也瞅住了。
行吗，二哥？行。哎呀，俺要是厉害，你一抽麻一下就弄好了。我别胖到抽死了，顶着搁家里抽的话。这不简单事吗？胖的眼不好，这不好弄。这啥一个啥咱不习惯穿？你看二叔，你看我包俩西瓜给你看看啊。可以啊，胖子。啊。这样感受很好了。可以吧？嗯。俺一盘。谁要西瓜串？一看，对，大要大，拉大要小，拉小的，可以吧？是吧？夹着一还好，没半夜串一摆，红地毯一铺，绿西瓜串一摆，再煎一咬我，漂亮，漂亮啊！哎，小柔，你看我喊两声，对不对啊？西瓜哦，大西瓜哦，八字啊字大西瓜哦，皮薄肉脆哦，大西瓜。俺说你卖个西瓜，你喊两声，我听。这头啥都过来啊！哎，下一个啊！